刚刚那两个大师好像也没有很厉害啊。对啊，他们团名以前还很俗气，叫什么大发财哎，我看他那肚子感觉叫大发福还好一点。对啊，听他们讲什么屁话啊，还是听我们广播节目比较优质。对啊，啊，不说了，那我们赶快进行下一个阶段节目吧。哦，下一个阶段叫做什么呢？观众到我家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赶快欢迎第一个观众吧。好，究竟是谁会来我们呢？观众。观众。Hello， 观众，你走好久啊？他走比较慢啦。哦，可能中途有点塞车。好，他在塞车。那我们再call in一次好了。再call out一次。观众，观众。观众。Hello。嗨。你是该出来啦。嗨。Hello。听说他是我们忠实听众。哦，对啊，听说他是我们的忠实听众。紧张吧？哦，对，太紧张了，所以不敢出来。Hello。Hello。Hi。你怎么走这么久啊？我都知道你姓徐咯。再不出来，我要公布你的真名咯。你之前有来过这里耶？之前有来过吗？你之前有来过吗？就打电话进来吗？哦，打电话进来过。哦，那你的烦恼得到解答吗？后来，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早已远命，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我觉得你果然是说的比唱的好听啊。谢谢。那你就讲啊。我今天觉得我应该鼓起勇气跟他说出我的心意。我已经鼓起勇气邀请他去看一场表演，但是我不知道看他叫他去看什么表演。已经邀他去看一场表演，但你又不知道到底要看什么表演。对啊。啊，对人了。你问对人了，以前很多学长姐就告诉我，这个时候你要看一些什么刺激的东西，像是紧张刺激的球赛啊，或是恐怖的电影，大量分泌的肾上腺素啊，保证让你们的感情升温啊。啊，真的吗？你们什么推荐的啊？啊，最近就是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啊，会让你看目瞪口呆哦。对对对，他们那个精彩的声光特效，还有那个华丽的技巧啊，保证是让你们感情加温再加温。Yes。真的吗？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哎。啊，我这里刚好有两张票，不如就送给这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吧。好哦，交给你喽。你是参加对的。Can't find a good reason, can't find hope to believe in.